家好，我是十三妹，现在又打算要到山上去捡茶籽了。今天天气不是很好，你看这天都快阴下来了啊，可能等会儿要下雨。然后我们最近这几天的动态呢，就是捡茶籽、捡茶籽、捡茶籽、捡茶籽，就一直要捡。然后之前捡的是我们家边上的这一座山的这一边山头，然后现在要捡的是另外一边山，就是很多嘛。然后现在去奋斗去了啊，走吧。我跟爷爷聊天，然后就说到了明天是个好日子，然后我就问他是什么日子，然后后面才发现原来是我们十世家族的一个节日，就是明天是农历十二。我刚跟我妈微信了一下，我妈说不要买猪肉啊，这些猪肉太贵了，都去钓点鱼啊、鸡啊、鸭啊什么的好了。她说猪肉太贵了，吃不起啊。不过现在猪肉真的好贵啊，我们这边的猪肉现在是32块33块钱一斤，你们那边现在是多少呢？先把它倒到大嘴里去。这个篓子是我爷爷的那种小篓子的话，肯定就满满的一篓了。你看这么大一个篓子都有这么大一半了。这个是那种在地上捡的茶籽，要拿回家晒的。然后这个呢，要拿到我们家谷仓。全都是这种茶籽壳啊，然后还有籽啊一起的，然后要拿到我们家谷仓上面晒着，等它晒干了就拿去榨。大家看这个好黑呀、啊，这是袖珍版的，你看这种黑黑的茶籽就特别好。这篓子里面还有一袋嘞，我刚刚拿了两种不一样的茶籽，这种全部都是捡的，已经比较熟了的。茶籽给包围了，走到哪都是茶籽。这就是今天下午捡的，别看只有这么一点啊，可真是难捡。有捡过茶籽的朋友，我觉得应该都知道的啊。然后现在我要准备去做饭去了，我
们这一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大家如果有喜欢十三妹的呢，我们就可以给十三妹点个关注，非常感谢我们所有朋友的支持，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。